今日是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倒数30日的大日子，记者会上面就由我阿神和卡莉做司仪介绍8位进入总决赛的新秀嘅。为了 show 几位新人的 talent 咧，大会咧就请他哋即场表演一下，有人就做 beatboxing， 有人变魔术，仲有不同形式的舞蹈和玩埋乐器添。其实咧喺呢一个嘅记者招待会里面已经见到他哋咁犀利啦，相信7月11日舞台上面咧一定会有另外一番嘅龙争虎斗嘅。今年的主题就是动感节拍舞台新型格，由香港远道而来的新一代舞王迪尔达呢就最能够发挥到舞台上面的超强节拍，看过他的表演的观众一定也都会赞他是 No.1 的舞王的。八位新秀也都是即场为大家合唱 Social Quality 的，首先就有2号的 Elvin 和6号的 Fox， 他们是唱专属天使。接住落嚟有4号嘅 Hanson 同埋5号嘅 Sherry 咧唱《流星下的愿》。跟住咧就有3号嘅 Eric 同埋8号嘅 Yolanda 唱《刻不容缓》。最后一组嘅朋友就系1号嘅 Jenny 同埋7号嘅 Jane 唱一首英文歌曲叫做《Beautiful》。经过大会安排专业导师一连串的舞蹈和歌唱技巧的训练，比赛当日一定演绎得最好的，要在舞台上面演唱又要 acting， 拍 promo 当然就是最好的 training， 形象指导就应记一功，务求包装到8位成为舞台上面的超新星。这两款的 promo 一静一动，道具布景突显了这个电子游戏机的主题，是不是很有这个青春活力呢？筹委会的成员和各位的导师以及来临记者会的嘉宾都衷心希望8位新秀可以在7月11日在温哥华大剧院的舞台上面尽情发挥，脱颖而出，成为冠军，代表温哥华参加国际性的比赛。Good luck！